这个关于女频 IP 变性深度采访信息量好大，把女频 IP 改成大男主剧的原因，演员对于番位的执着，女频比男频 IP 受众更广等。既然是男一番，那就得是剧中绝对主角，戏份最多的。到了流量时代，演员话语权越来越高，创作就变得没那么纯粹了。女频 IP 改男主剧，编剧被要求专门为男主写故事线，还要按照男主团队的要求改剧本。有的制片人认为被骂也算是有热点，他们关心的问题是能不能挣到钱。